这道菜是我们家年夜饭的头菜，寓意蒸蒸日上，年年有余。关键做法也很简单，新鲜草鱼去头以后，用剪刀把牙齿部分挑出来，然后从背上改刀，切深度1/4、厚度1/1的条，不用切断，像这样连起来就要得。盆里放姜葱，高度白酒，胡椒粉，一碗温水，用力抓出葱姜汁水，把鱼放进去，反复搓揉，再腌制10分钟，去掉腥味。熊日做菜只讲干货，相信大家学会了，小红心还是会给我点的。剪去姜葱，捞起来滴干水分，放进盘子里，摆一个团团圆圆的造型，再放一包调好味的剁椒酱。这款剁椒酱是发酵过的，吃起来辣嘴不辣心。水开上锅蒸7分钟就好了，把葱花一烧，祝你漂儿大把，用滚烫的热油一浇，祝你明年节节高。不要悄悄的学哈，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。